现在是走路出来了，你不能骑个车吗？快点！哎，何か持ってるんじゃないか？見せなさい。我的妈！喂，被教练盯上了，快跑，快跑，快跑！教练体力已经挺高了，居然发现我了，快跑，快跑，快跑！他发现我把那个 DV 拿走了，不能回头看啊！这教练跑得好快，我的妈呀！到了，我的意思啊！嗨，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炮星，今天我们继续更新卡拉 OK 的另外五个结局啊。先来看一个动画，哦，就是我们上一个结局结束之后啊，出现了一些线索，好像是看这个摄像头，应该是在更衣间啊。这个钟的话，好像是在那个篮球场啊。哦，车里，学校里面好像就唯一出现的那辆皮卡车啊。另外五个线索都在这儿了，哦，还有一把刀，应该是在卡拉 OK 的那个杂物间里面啊。啊，又是更衣室，有一把钥匙，这柜子好像不是我的啊，好像是蒙香的吧。开始了，我们又回到这个篮球馆了。哦，蒙香，我们又见面了。这次我可不是来陪你打篮球的，我是来救你的。蒙香还是这么可爱啊。嘿嘿，那我们现在应该就是不能该打篮球啊，不然打了一会儿教练就该过来了。看看，哦，看到钟了，果然是在这里啊。哎，已经这个时间了。然后呢？然后我们就不打篮球了吧？我们去唱 K 了，去跟蒙香说一句，这样的话应该就能触发第二段剧情了。可能啊，不会吧？不打了。可是已经很晚了。本当だ。時間見てなかった。じゃあさっさと片付けてカラオケ行こう。私ボール拾っとくから。ミラマン。美洋。哎，我怎么改名了？我不是叫萌臭吗？好吧，我们上个结局叫萌臭啊，现在叫美洋。我们现在去找拖把，把这个地打扫一下。哦，进入仓库。哇，哦，仓库里面怎么这么多 CD 呀，啊？怎么感觉跟卡拉 OK 一样？拿下拖把，走，我们出去打扫卫生了。蒙香怎么不见了？来，我们把这个地拖一拖啊！哎呀，这什么东西啊？这白乎乎的，好恶心啊！肯定是教练干的啊！这个死变态，这个地拖干净，然后我们就可以走了。哇，怎么这么脏呀？这到底是打篮球啊，还是打飞？好吧，我也不清楚这地上到底是什么不明液体啊，只要把它拖干净就行了。好的，这边还有。哎呀，哎呀，我拖累死了，这篮球馆这么大呀，没了吧？哦，这边还有一块。OK， 现在我们哟。我的，モップありがとう。じゃあ早く着替えてカラオケに行こう。蒙香看着都那么诡异呀，啊，我先换衣服去啊，打个篮球，打了一身臭汗啊。我鞋子应该是出门再换的。进入更衣间，哎呦，我的妈呀，这个福利说来就来呀！少儿不宜，少儿不宜，兄弟们，赶紧换衣服。好的，蒙香已经换好了。准备できた？我怎么感觉哪里还是不对呀，啊？难道就这么轻松就让我俩跑了？教练还没出现呢。来，我们换个鞋子出去看看啊。好的，穿鞋。呀，喂，蒙香怎么头突然扭曲了？哎呦，好吧，原来是这个建模的原因啊。大家去取自行车，蒙香呢？大概已经去了。走走走，这样的话我们两个就能一起骑车去卡拉 OK 唱歌了。哎，果然这个小红是蒙香的。自転車の鍵がない。ロッカーに忘れてきちゃったのかな。先に行ってていいよ。哎呦，哎，别呀，为什么就一个选项啊？我去把你拿不行吗？那这样的话不就还是我一个人走了吗？哎呦，这怎么办？这样我们还是回到了第一个主线去了吗？哎，又到了这个骑车路上了。不行不行，我们还是回去吧，还是重新开始一下。这个更衣间里面得拿一个东西，看看啊。哦，摄像头。我们要不先把这个摄像头拿了吧，看看摄像头是什么剧情啊？偷拍？谁会干这种事情？教练来了，
まだいたのか。我们不能直接说呀，我们就不就说我先回去吧，不然一会儿教练就把我给搞了。カネ、送ってあげたいところだが、俺はまだやることがあるから、気をつけて帰れ。哦，原来教练的主要目标就是萌香啊！我现在可以出去找派出所了，就在门口啊！走走走走走，快点快点，这回看能不能把教练绳之以法啊！趁萌香还没有遇害，走！哎，现在是走路出来了，就不能骑个车嘛，快点！哎，何か持ってるんじゃないか？見せなさい。What the fuck？ 喂，被教练盯上了，快跑快跑快跑！教练警惕性挺高啦，居然发现我了！快跑，快跑，快跑！他发现我把那个 DV 拿走了。哎呀，不能回头看啊！这教练跑得好快，我的妈呀！到了，到了，到了！托利斯，どうした？どうした？来呀！嗯？私はカメラを警察官に渡し、事情をすべて話しました。その際、看看警察官は後日。カメラからは私の指紋しか検出学校に伝え、友達からはあの日何度か電話がかかっていることができず申し訳なく思った。そのせいかある日、还有这种事？本当に萌香自杀了！我的天哪！哎呀，没证据啊！这应该是事后被教练报复了。天哪！那我们这算不算间接把萌香给谋杀了？打开橱柜，哦。我们这回拿上萌香的自行车钥匙，哎，他再没有理由不跟我走了吧？这个 DV 就不拿了，我们直接出去吧。哎，準備できた？走吧。よし、カラオケに行こう。哎呦呦呦呦呦，这什么情况？这个萌香怎么头突然鬼畜了？哎，哎呦，赶紧换鞋啊！快走快走，不然教练要来了。萌香这么看还挺好看的，嘿，就是感觉有点不太聪明的样子。穿鞋，走吧，这回我们一定可以成功逃脱的。萌香怎么这么快就跑过去了？来。自転車の鍵がない。嘿。どこかに忘れてきちゃった。先に行ってていいよ。在我这呢，没想到吧？啊，萌香很激动啊。ありがとう。じゃあカラオケに行こう。好的。哎呀，这回我们一起去了啊，唱 K 了。私たちはカラオケに行き。日々の勉強や部活の疲れを忘れ、楽しいひとときを送ることができました。22時になる前に、あの時は、不错不错啊！两个小姐妹一起唱了歌，然后还安全回到了家，度过了美好的一天啊！哎呀，终于好结局，这是。不错不错，那还有结局怎么出发呢？我们要不要再回去看一看？是不是教练那里还有一个对话，我们得换过去试一下另一个对话？那我们就再回去。まだいたのか。这次我们直接说啊，我在更衣室找到 DV。なんだこれは。吓死我了。これは俺が預かっておこう。干嘛？他のみんなは知らないな。没人知道呀，大概吧。怖がるといけないから、みんなにはくれぐれも言わないようにな。今日はもう遅いから、俺の軽トラで送ってやるよ。啊，不是吧？萌香君，確かまだ佐々木先生が残っていたか。佐々木先生に頼んでおくよ。君は俺が送っていくから先に乗っておいて。ああ、荷台に自転車を乗せておきなさい。はい、これが軽トラの鍵だ。我去，现在我们成了教练的盘中肉啦！他让我们把自行车放在他的车上去，然后他送我回家。那么萌香的话就安全了，我危险了呀！哎呦，那只能看我萌臭的聪明与才智啊，把教练给送进局子。这么重的自行车居然让我搬上去啊！这教练真是一点都不懂得怜香惜玉啊！来，我们放到这个车上。好，哦，车上还有线索，我们上去。应该是在那个副驾驶的储物格里面。哟，小货车还可以啊！打开一下文件夹。来，哎，这是什么？糟了，这些都是我们学校的女学生。哦，我们现在有这个证据了，还是一样去派出所报警。快走，快走，快走！教练估计还是要追我的。来来来了，車で待ってろって言っただろ。快等呐，
要快走啊！我要叫他把你绳之以法！快跑，快跑，快跑！哎，这回不要回头了。教练跑的肯定很快了，现在。哎，到了！快开门呐、啊，普利斯！差一点点。どうした？どうした？息を切らしながら話そうとする私。落ち着いてからでいいよと、警察官が声をかけてくれたことを、あの写真を見せ、カメラのことやコーチのことを、ほどなくして、コーチがあんな人だったなんて、カウンセラーを雇いました。あの時の自分の行動には、自分でも称賛したいと思います。こんなことが、今後は起こらないといいと。漂亮、教練被逮捕。哎呀，这坏人终将遭到报应啊，兄弟们！哦，天亮了，这里是抓捕现场吗？学校门口，哇，这么多人围观呢、啊。那我们旁边的萌香，哎，有点感动啊，怎么回事，兄弟们？经过我们的一番努力啊，我们把萌香也救了，然后把学校里的祸害给根除了，太好了。那这样的话，游戏到这里应该就是全部结局了吧？好结局、坏结局，我们都玩完了。好吧，那么大家如果喜欢的话，记得点赞、关注、炮星支持一下啊！你们的点赞就是炮星更新的动力。咱们就下期再见吧，拜拜。